陛下。禀陛下，云子静静都来了。三爷，按照你的旨意，我把他安置在夜观里了，就是一林有赵张之谷的地方。好生宽待，不得怠慢。是。陛下，这次林子玉病日些的烦事，我把他操劳在此，请陛下过目。你请身上。是。近来重阳佳节，只料与林子厚许许手足之情，所选林子厚前来见我真子。夫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林子恩进京来了。他怎么会来的？听说是皇上找他来的。他现在住在哪里？被安置在燕南石鼓的药馆里。燕南石鼓的药馆里，听说皇上还要请林子等董吃的上轿十招。我今日准备几十贡品，你速速送去，插款同时进京迎旨。林子有草子，春见陛下。哈哈哈哈呀呀呀呀！自己弟兄何必迎此他哩哟？多谢陛下，哎呀呀，来呀，请。子杰，你一去领子收获所在，这沧海桑田，世事都变，恐非你失了所期吧。陛下以今天为帝，请用揽月之神非婚之礼升等九府，三不知死而不明。行。子君，想当年你在同雀来吟诗作赋，慷慨言志，女尽世俗，生得不忘一时之愁。真是不枉所言，你的文章岂不清君为臣分担快手，还是相差真够天下。而今正因天水善君命天下，不知自己何意讲我。陛下，臣在三句洞房十家半夫，其内无数秘密，清楚难忘，休
为从罗起财送元啊，这是为从罗吗？你的宝贝可是不小啊！是下去，是下去。沙达陛下一道招数，永生要再度之用连毛发之故，正在三分之尽投药无救，才速不迟啊！庄在庄在，只见庄子一秋，则看家婿哟。果然他身在林子之里面。要令我把魏王家为娘子见，到如今啊，朝中的职责又在耳，一句句皆与之间有牵连，真岂可养活一万世朝我？不知之间我心难安。子衿，可还记得当年弟兄一边一起一边十招的心情哦？记得，记得每次一起陛下总要娘神祭祀。可是你的记忆啊，是越来越近，正且漏转漏泊，这观众他照都被你引去去了哦。此次陛下有意娘与小弟确定。是啊，是啊，朕是知道你最喜欢去打招的哦。进来重阳家的。你个弟兄登临铜雀台，一边上柱一边拾招，堪称神圣一大筷子哦。来来来来来，去吧，多去一点，你去了朕就高兴哦。Thank you.
七开半钟头，二段子连男子好音。我那些理财有点空，用娘里家化妆。子杰，正方才说过，近来重阳佳节，你我弟兄不举君臣之礼，但举手足之情，你又何必是此惶恐不已？来来来，吃早。啊，小弟。其实一来大早金胸膛，菊花斜纹吊心衣，不只早尊为小弟生，吃早，子敬，吃早。小弟，转转此情不复思，且待陛下临行礼。不等，朕方才说过，此早专为小弟而设，你万不放下。难道赵总有毒？有毒？子杰，谁叫我们生长在这帝王之家？须知，这世上既有曹丕，本不该再有曹操。陛下，还不退下？陛下，子杰，一来就早。十娘你在美好的回忆中死去，这就是真的一片苦心。美好的回忆中，
去。眼恰是进来的梦，再不见蓬头娘罩，亲兄正在，你把林之后在封地的方略引进，再说一遍，让他知道朕是不为王上负国的。朕知，林之后的奉一天子用来已久，早晨为王，立陛下为太子之处。你曾心怀不满，写下了不幸苦诗句，敲诈人出人的诗句，奉报陛下。你眼空有念，忠应天臣命，忠令臣下，朝压臣民，无不安受从中，唯有你令诗语今次发发痛苦。你休克要喷尘，你一歪歪是一条虚度，比如说陛下生的孙同人民母方的诗句，我一时也说不清道不明， no 我就把它错落在此，请陛下不谋。子敬，此事可是你所作？死神所作。好，我来问你，起因何在？言之而已。言之，夜店王却因松言后之，包谷自知，后官耳中。官臣禁止冷论，被私情之不平，朕曾应天命统三国，你何来官开飞很多？是有康民所动，有不政府，政政不归农，黎民是有气苦，则不令人官开多。你写的利剑不带仗，既有何须躲？这利剑
还望陛下赐礼见，国牛为国抛头颅。恐太君有负当做，枉得自己素非福。人民言之以为平素子，臣光明磊落，招此所用。你瞧此所望，臣担心是何？陛下，林子与他在封地经商，恶说为人，这真是陛下玩样之臣。当哥就是为了羞耻，他等男子心中无平心，为君早来不真心，串联之后满他发疯，我们不归乱乾坤，为此天子谁能自立？战国年色中心来臣将他斩首切齿。你忘了你父亲临终之时，要你好生困顾自尽的遗言啊！母爱，恐是朕也记得父王生前长寿，宁可无谬天下臣，休叫天下臣愤怒。你也不能逼得太深。母爱，朕乃一国之君，世子天位难安啊！只见昏入天子，百年万上，实为不忠；班主驾崩，不来奔丧，实为不孝。他闻不顾圣人，为论功位，实为不义。是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大逆不道，图谋不轨之臣，万事不足以正纲纪，正国法。好。既然是此，谁又不与自己死在一起吧？好吧，是国明君借以丞相治天下，困在某位面上，我就接他一个免死的机会。姐，父亲生前长寿的才是命情，乃当今分担魁首。今天真倒要试一试你究竟有多少本才，有定此案。臣在今
为七步之术，你才能在七步之内成事一事，正经一律一事事杀不真要将银塔报不得带有兄弟之举，一步蓝丝丝帐和你们一上这百位永曲王还令可是到封地水沟无少不得是进八成都门是
娘娘。二爷。哎呀，二爷，我找得你好苦啊。君平啊，你怎么会到此啊？奉夫人之命来找二爷。夫人她可好？夫人她，哦，这是夫人叫我送给你的牛背。牛背，夫人她怎么样啊？夫人她，她，你有雨落水求金，竟管乱我他。此番骄子求友，不愧天理良心。你难道不知道正要在洛阳新宫迎出的王儿他爹吗？臣妾世上得不不足以无意天下。是的，也是。你不是要替自己太师吗？这是为了本娘陛下承担不以机能的薄命。好一副中国迷道，这今日就成全了你。来人，动刀！是，好是。真是舍得财不用上，率领在三更之前复杂此臣。
寒归，盈盈落水，凄怜意。便是真
来往作Thank you.